环球骑行，随处可栖，心无守惧，随处是家。啊，这是一个墨西哥的公交亭啊，在乡下，无处不在，可以挡雨，还有屏风。妈妈住在这里啊，很舒服的。每一个有咖啡的早餐都不值得辜负。吃饭。原谅我这样伤疤的风中过的游，要一把油压进回你头，背脊流离声谁人都刘丁。刘丁，我去。向左看。刘丁，起步走。什么情况？向右看，向前看，向左看，这里。你抽风了啊！一巴掌拍死你！情况。